没有人希望自己被伤害或忽视，只有让这种思想推展开来，那就是爱己、爱人以及推己及不知长者的身体长上人士，就是要我们孝顾关怀鼓励和支持，而我们帮助这些人的时候需要用爱己爱人的精神来帮助有需要。在救护车那里还是我爸爸超大一点，我就给自己的红色不干我爸妈和我爸爸同时会在两个我爸爸就笑着跟我妈妈说，小红的秘密是爱心，各位同学用自己所有爱心去帮人是一种美德，希望大家向小红学习将爱心这个秘密。我平添小红，而我则没有这么远大的理想，只要做到爱己爱人爱社群就好了，无论做什么事都得先从自己从个人出发。犹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时是摸不清头脑的，为何爱己还要爱人的辛苦，这个位越来越长长。在我们飞越落车的时候，我见到小弟弟拉住哥哥领衫，指住地下面的小地方，叫他不好乱偷垃圾，并不知哥哥不理他，因为推开他，并话：你知唔知好烦啊？咁多管闲事啦！弟弟只好深吸，按例要将地下面嘅雪条棍执翻上嚟，然后话：哦，这种种表现都体现咗爱。如果冇咗爱，四川嘅人民又点可以度过咁艰难嘅日子呢？我记得有人讲过，生活就好似一份网。我哋付出嘅爱同埋鼓励，都会通过一丝丝脉络传递到别人嘅心里，带给别人温暖。我几爱人，呢个人喺香港嘅，所以佢讲英文好叻噶。不过佢就唔太识讲广东话，眉山嘅面好圆，笑容甜美，同好讨人喜欢添。而我都好中意佢噶。美珊不单止外表讨人喜欢忠诚，而且佢仲好乐于助人。当同学做功课嗰阵时遇到唔明白嘅地方，佢都会一一细心解答，而且佢亦好去俾所有嘅一切。咁乜嘢系爱人啊？爱人真系将爱己嘅心放喺其他人身上，例如帮助其他人、爱护同学。孟子曾經講過：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咁乜嘢係人和啊？人與人之間關係密切。我識啦，我都話我識咯。有一日，妹妹突然發高燒啊，媽媽就即刻送咗佢去醫院，所以我就要代替媽媽掃地。我差唔多睡咗一個鐘先掃完地啦，我先可以做功課。我掃地掃到筋疲力盡，所以夜晚就好早瞓覺啦。我一路落又嚟啦，小哥，小哥，埋咗啊，埋咗啊，阿哥，我。有邊度會壞呢？你個電話壞啊嘛，攞嚟啦！嘟，搞掂就俾翻你。高又唔明，要我問佢。要。不過細心諗下，我哋平時打機打得咁夜，甚至茶飯不思，咁樣算愛己咩？每逢星期六。我就會同家人一起出去吃最追的麥當勞。
每当剩翻最后一件加入嗰阵时，我就会紧张起嚟，眼睛一路虎视眈眈咁样望住嚿鸡肉，个口一路跑塌而地咗。大家知唔知道天堂同地狱嘅分别呢？不，冇人先睇下的。仲未入到去，就听到到处都系唉声叹气声音。啊，牧师啊，我肚饿啊，有冇嘢食啊？哼，你问下你啲同伴啦。好，然后我哋就开始执垃圾啦。起初我哋好唔习惯垃圾嘅臭味，但系逐渐咁已经习惯啦。正当我得到投入之际嗰时，身边红红烈火啊！大家都纷纷走避。正当我走避紧嗰时，我突然间听到一位小女孩嘅喊声啊！听下听下，好似有啲唔对路咁啊！所以我就连住喊声系。而我其他人就有好多种唔同嘅方法啦。简单咁同老师、同学讲声早晨，已经可以表达到我哋嘅关心。如果有时间嘅话，仲可以同爸爸妈妈一起做义工，再外带俾其他人。记得我哋一次做义工，系同一班义工去上水帮人买糖卖祈求款。一开始我真系一个唔一有几心只为咗金钱而蒙蔽咗自己嘅双眼，背叛咗良心。而做出呢种坏事嘅人，就系唔懂得爱己、爱人、爱社群嘅重要性，更加唔会到心口。爱己，大家都